大家好，我们又要玩新游戏了。今天是12月3号，周日。今天晚上10点钟，我们玩这个游戏，叫做《双生幻想》，计划玩3到5天。这个游戏呢，是一个卡牌游戏，和《武魂觉醒》很像啊。但是我们3天或者5天啊，充10000会非常的爽。然后这个号呢已经卖掉了。今天我刚发这个，我说要玩这个游戏，然后我说充10000，有人就要来买啊，400块钱已经卖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游戏里面要充的东西非常的多，会和《武魂觉醒》一样的爽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游戏以前有很多人玩过，对吧？我觉得你们肯定玩的没有我爽。要看的话就来看，你看这9个328，9个68，我们哪怕10000的预算，这个都买不完啊。然后前面应该是前3天是最爽的，我们就玩个前3天，让大家爽这么一次啊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包括说这游戏要怎么玩，大家到时候可以来指导一下我。我们这游戏大概呢计划就是每天晚上10点钟啊来玩这个游戏啊。今天的话我们晚上8点播斗罗啊，9点播觉醒，10点钟来玩这个游戏。到时候进啊这个的199区啊，你们应该也不知道这个怎么下载啊，没关系，玩给大家看啊。晚上10点不见不散啊，今天估计要充个5000-6000吧，是吧？期待你的大驾光临，拜拜啦。